一个嘛会通，生意若够拢好参详，那就一定多好酒量。有缘千里会来相逢，无缘对面也无话讲。管他伊什么东东，困难都互相，有好康的爱情交往，这款的人面才会看舒服。啊，我的衫嘞？你昨暝安尼吐甲规身躯，衫我甲兄洗啊啦，我看已经干，我甲退吼。啊，感谢你哈。哇，不会啊，你莫误会啦，我跟你什么人都无做。哎，你面生在那，我看你啊，你无。你在讲那什么笑话？莫做，莫做，你也无情商啊！喂，哎，查某啊，嘿，你真奇怪呢，迄鸡仔路查某是安尼一拖拉拖，你唔去找，你现在肯定咩怪不人啊？你误会啦。昨下恁阿婆安尼去酒店饮酒，饮到醉茫茫，我是好心呢，我把带汤来就困，我正讲是恁来呢。你做工厂，酒家，好好，干哪样？你也敢去酒家里做工厂？哦，你真够享受哦！有诶有某，你搁去酒家？哎，看你给我做一点个酒家啊！哎，你知啦，是点个当官的啦？哎，小查某，少年的啦！你妈呢？吼，也是小查某，啊，也是搁小查某，我也是吼，也是上班，也唔多吼，我呢，慢。今仔看你还无点呢？哎呦，听到几句卖笑不卖心，你咧甲我骗某骗的咧？好啊，老婆啊，卖搁讲啊，我甲伊真是啥物拢无做啦。无做，你也无穿衫，你甲我讲实，我嘛唔相信。好啊啦，你卖安尼好无？人咧讲吼，树有树皮啊，人要面皮啊，你卖安尼敢若卖输去好心盘落顶咧吵死人哦。所以吵死人啊！哪受哪敬，哪受哪敬，我毕竟我是怎样对不起你。想当时啊，派一间镇八栋啊，遐大个啊，咧装过来装过去。虽然无甲伊生一个查甫，无嘛甲伊生一个查某囡仔，遐尼高追着。你无良心啦！你狗啦！你死啦！好啊啦！哎呦，拜托你好无？哦啊，你呐出啊只狗声去食猴啊哈！哦啊，真歹看，真歹听嘞哈！啊，他查甫人伊外口找查某，啊，这是有啥物了不起的代志？那大声小怪啦！你拄仔咧讲啥？讲啥讲话啊？伊饲查某，你搁讲袂要紧？我袂讲较好听嘞，啥物饲查某，这讲话做吼风流啦。哎呦，算叫你吼，家花美，夜花香，所以才外口找查某。吼、哦，你这听你讲这话，真正叫人卑微啊！要看咱唔小心嘞哈，总共就是咱娘啊吼，爱食臭草啦。咱较早阮阿爸、阮阿公啊，迄代吼，哇，揣轮啊，三车四车啦，也无哪钱。子孙就大人啦，遐呢哦，人丁哦才会兴旺哦。啊，你去讲这个话，啊，我不要讲啊啦。你不要讲，啊，总共哦，娶细上好啊，都无代志啊。那娶细哦，去人丁，哎呦，我做大家嘛欢喜，加一个媳妇来友好啊，来哄待我，啊，我食到老，唔免做甲要死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是讲到倒位去啦？那我。我看个唔着是，人伫咧讲吼，树头若跳栽，唔惊树尾做风台。我哪有脑骨啊？你讲话了吼，真正吼较差不多，即摆话你也讲袂出来，讲袂出来。好啦，莫吵好无？我现在不是菜市啊呢，互你咧吵来吵去。你若是无其他的代志，请恁转去。好，我先转，谢谢啦吼，妈。你看我先咧，你头歹哦，我爱讲啊，小查某啊，你哦较差不多的啊，我袂放你煞啦。你有噶？
恁老即马若唔转去，我是要打电话报警啊！我来报警，我报警，我报警，妈，我来转去，转来，妈，卖差啦，来转。收查某，收你的去啊！收查某，收你的。开始。你先着红台买啊！我，姑娘，无你到底是安怎哈？你来去做一款代志啦，哈！哎，啊，大我想要夹石头啊，哈！啊，带恁查囝啦，我伫死者外家哦，无怪阮囝吼，唔知双脚打双船。你免讲迄个话遐咸啦，两西船咧嫌客下。啊，你啦，头先我袂晓通七嘴，我你讲啦，代志无遐简单啦，我袂放你煞啦。嫌袂啦，你这等。哦，啊，无你是要安怎哈？哎，你真袂见笑呢，哈！阮无若要提离婚啊，伊都爱啥讲啥，你无出去通管哩。离婚哦，我还袂签名哩，法律上我阁是伊某哩。哎呦，袂见笑，你孙出去通做爷某啊，哈！亲嘛，有关关秘诀吼，伊会较下慢讲话，啊，讲话去得罪你吼，啊，我就知影讲亲，你就安尼真有度量，卖介绍。阿爸，你是讲对啊，唔对？即摆是伊做唔对代志，唔是咱的，你哪着求伊原谅啊？啊，你甲念袂啦？哪你小代志，不能跟你离婚？离婚就离婚嘛，什么了不起？我跟你讲哦，要离婚会使，你跩花赡养费，唔是，你着装修费，因为伊找查某嘛，找查某就要付我装修费。啊、我真是无做出就是去你的代志啦。不娘啊，查甫人你做家有啥物了不起？哦，所以你家伊拢顶戴了。我哦，家无路用的哈，我袂娶某管查母死，啊某娶了，你某死就对。你阿妈，小李，你啥无路用啊你？今物就无是查甫人的款。啊，你甲念的啦，哈、啊？你阿念念莫讲辛苦，甲切嘛是。安怎？哦，我面老歹睬你，啊你心内你袂爽就对，哈、啊。面子来放风吹，给钱来了。我们收什么费呀？哈，遮羞费。遮羞费，好啊，就是讲我的袂正常哦，我甘愿，着我们两家离婚啦。啊，亲嘛，我面要袂晓讲话啦。你讲迄个无准算啦，你莫生气啦哦。你免甲伊讲啦，我甲你讲，麻烦，为着你袂出啊，袂出啊。就着你叫你去。啊。好，等待。好，你等。等你出来，等我吼，大家讲你三天内，我提醒你好哩。啥？阿仔，我那是千卖安尼啦，你大家代志慢慢仔参详，一定会解决的，咱都无时间。无话好讲啊啦吼，那好出来转去啊。妈，无那钱咪得。三，免甲伊讲，咱林家吼，唔是咱遐无志气的人，免叫看衰。我讲哦，三天内100万，咱来转。无啦，这代志大家慢慢仔讲。咱来转啊！阿仔，阿未讲伊说你要甲拖转去啊？爸，你我有钱啊？不用啊，我娘啊。哦，你阿公哦，歹心肝害死大家啦！我使让你气死哦，你。啊，我真是无想要甲美华离婚啦。你无要离婚哦？哎呦，好是无我心脏比我硬硬，妈，我晕了呀，赶紧来回。妈，你先转啦。妈，你有要紧无？妈，你别再让你气死呀！你现在要甲文雄离婚？啊，再离婚就离婚啦，什么了不起？有钱哦、喔，到你行嫁无好翁哟。你莫踮遐咧死硬硬嘴皮啦，啊！若讲你心肝咧想啦，你爸拢知知咧啦，啊！你根本就无想要甲文龙离婚，对不对？我甲你讲，好翁歹翁拢是啊对一世人啦。你若亲像文龙迄款好翁婿哦，以后看你要对伊找啦。爸，你讲安尼哪对？迄是文龙家己亲去找查某呢。我这口气是要你叫我吞的落啦。我看文龙唔是迄种人啦，你就爱检讨你家己啦。莫喊你养伊啦，啊！迄无怪讲恁大家袂介意，一头颠倒拜庙。恁放心，恁若予我当选这农会理事长哦，我住这个所在哦，甲恁起一个恁啉茶的所在。恁工课若做煞吼，用得来遮开讲。落雨、做风台，拢唔免烦恼，拢唔免烦恼。起一个嘿，阮来开始提钱哦吼。阿钱个，你唔免烦恼，我当一个镇民代表，讲会到，绝对做会到。好，安尼我投你一票。哎，好，多谢。我操，你就讲过啊！哎呀，啊你戆头吃无的哈？啊，顶一摆选举你发个什么选举币，啊，即马点在你臭蛋啊！哎，你是去食了火药是嘛？啊，我啥火气遮尼大？我咧讲，我咧甲遮老朋友咧讲话啊，我
我无咧抽着，我堂堂正面代表呢，我。哎，较细腻咧啦。人讲牙头三尺有神明了，哈、啊，你若踮遮咧臭蛋哦，哈、啊、哈，你讲是会甲你咬啊？你讲，这乌白讲啥？你卖侮辱我人格，我讲哦。啊，但你的人格甲你的名同款，如来臭水沟、臭面膜，你搁叫我甲你介绍？我你安怎？安怎？啊，无要讲要嘛，实在你个啦。反正即摆专情哦，大家嘛知恁美国啊，无得人生后生啦。啊，你哦心情歹，啊，敢参照狗安尼，乌白加红。我臭水狗出。嗯。无是先讲阮美国未生后生啊，你即句话敢讲清楚哦？啊，无我帮你错哦。嗯嗯。啊，毋是甲你共款，因为你无得人生后生，啊，恁美国我来对着你有够衰，因大家看无起，毋才甲伊赶出去。哎呀，臭水狗出，你去即个嘴啊有够臭嘞啊！啊！但阮美国无得生后生，是挡着你啥物路？啊！你嘴臭恶毒，啊！恁母较好，袂牵你去。哎哎哎！你是要创啥？哎！哦，你今仔起配面嘞？你是我咧惊你上？哎哎哎！哎哎！爸，我来看你了，爸。哎，你来上街住，你敢斗三间地？臭水狗是讲什么？咱美国无得生后生啦！恁的囡仔无甲北狗诶，规涂骹嘴嘴嘴齿，你咪唔相信你啦？啊！爸，咱就大家厝边啊，吼，啊，就互相谅解啦，无要紧啦。是啦，阿爸，啊，就厝边隔壁，那就安尼啦。恁爸敢衰，该你做厝边。哎，我才是衰，咩当当正面代表，甲你做厝边，我才是衰。啊，你不搞！哎哎哎哎，咪哈，你还较细腻呢，你即摆是有心的人呢。啊？咪哈，你真是有心哦，哈。嘿嘿嘿，哎，搞。算我小步得安平。阮台什么东东，困难都互相。爸，啉一下滚水啦，莫生气啊啦。咪啊，伊即摆巴肚内有心哦，较细致点，当个来闭关闭气了啊。放心啦，嘛只一个话尔，搁再讲吼，爱加减行行运动运动，对身体嘛袂歹呢。是讲爱较细致的啦，啊，咪啊。啊，一摆你来，甲表示啊生，啊生一个啊查甫，才袂叫伊臭嘴干子咯。一感觉出，咱林家无啥生后生啦。阿爸，你做你放心啦，你的面子吼，阮两个甲你讨转来。真真实的哦，当然是真实的啦。我甲你阿哦，结婚那年久哦，啊本来你阿拢安尼无消无息啦，啊阮两个去关帝也还去求哦，无简单才往求转来呢。阿你呀，哎呀，阿姨，阿你恁两个真牛，真牛。诶，终身讲我咧，平常是无顾家己啦。一摆你大家生后生了哦，我再来请一班人咧歌戏哦，啊来去庙里甲写信。昨日我一定要甲请一班人咧五子口哦，来去臭水沟做引导，引导一下咧甲伊唱口调啊，唱到互耳仔拢拢破啊。爸，嗯，那安尼啦，别多气啊。你别堪恁别气啊。伊就感觉唔笑讲我无做生后生啊，啊，佫讲恁美国吼，诶，即摆就是讲吼，因为无生后生，才叫文豪挂出来啊。啊，这口气我要来忍受会了啦。爸，嗯，不是讲只有外面有查某了。我嘛是有人听咧讲咧，啊是讲，我是感觉讲阮文豪这人都故意人，应该是袂安尼才对咧。这敢会是误会？唉，真若讲要怪吼，拢总是爱怪恁美国啊啦，啊。我咧有时讲到无烂了，啊伊就是安尼，唔知天地几斤重啦。即摆人问了，才是要甲离婚咯，伊才离婚的。弟弟，不是，你过来甲我捧场啊？啊，安尼我今仔介绍一个较水的小姐陪你哈。哎，我不是要来饮酒的啊！我今日是专程来给你回去的。我知影吼，唔是当我给你惹足侪麻烦的，太侪啦，拢是我唔对。你嘛免完全怪你啊！你若唔是讲我较低薄、较爱管人家事，碰到恁厝内面的人，嘛会造成这么侪麻烦。有话唔是安尼讲啊！我知影你拢是好意啦。实在吼，这拢是阮母啊吼，甲阮某吼。打自古早到今嘛，真侪大家辛苦拢嘛袂合。卖想遐济啦！啥物我卖想遐济？我白天啊，反正咧吵架咧，头壳根本憋不起啊！我母啊吼，啊，逐工逼我甲阮某离婚啦！啊，阮某吼，逐工踮咧厝内发脾气啊！介意着酒店的小姐？哎，其实吼，做阮这道的，参像这款怪小事、小怪病的代志，你早有惯习惯习啊啦！啊，我也是无要紧，是讲你甲恁某中间的误会。
你敢有介绍清楚啊？也无咧，所以我今日才专工来遮找伊吼，想讲伊要伊介绍。我知影吼，我知影，这件代志一定互你做为难的。也毋过吼，我都无法度咧。我即摆不管我讲啥，阮某拢无爱听，拢无爱信的。啊，你讲伊都无爱信啊？我讲敢无效？唔对哦，你无，你毋捌听过人咧讲吼，迄啰。恶马爱恶人骑，去因此要去拄着烦恼呀。啊，你意思讲我真歹咯？哎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我的意思吼，你歹看阮某安尼差白白吼，真是做歹脾气吼，伊是恶人无错。好啦好啦，我看吼，我是无甲你斗相共袂用的。好。谢谢小姐，谢谢谢谢。来啊来啊啦！哎呀，时间呢？哎，说说了，说说，那我看到你哦，饱甲醉啊啦！安那，你是要来找迄个丹仔文娘许？无伫遮啦，要找去因母阿遐找啦。是恁先生，迄天拜托我讲来向你解释迄天的代志。哼，解释？啊哈哟，你搁讲我真好听，搁袂跳针哦？我看你是来甲我示威啦！我甲你讲，你免小心。哪里凉快你哪里去，你唔通袂记呢？我是一个酒店上班的小姐，啊，当什么款查甫人我唔捌看过。我再讲，有钱人要对我的查甫人是介多，我敢袂去介意着你？迄是真歹讲，无定着吼，你拄啊目睭去顾着拉吧，啊拄啊吼，拄先吼去介意着阮不了。我来遮唔是要甲你冤家啦，我是要向你解释迄间的代志。迄天恁翁啉烧酒醉伫阮店的，啊店的都要关门啊！我总袂用讲家己一个人甲放喺店的啊，啊嘛袂用讲家己一个人甲放喺大路的对无？所以讲，我毋只家己出来倒来厝，然后敲电话通知恁。好听，袂跳针。嘿，我甲你讲，你若要自首吼，你去警察局；啊，你若要忏悔吼，请你去教堂，莫来阮家甲我哥哥住，我真无闲。啊，我是安尼有理讲袂清呢。我若真是要甲你弄好，我奈着打电话来通知你，啊，即摆奈着来向你解释啦。但我毋是你巴肚内面虫啊啦，我奈知影你是咧想啊想安怎，哈，歹讲哦。嗯，无怪啦。人讲吼，惹嫌惹好，毋通惹着赤查某。我是好心无雷针。诶，你讲话较站实咧哈，啥物惹着赤查某啊？你害甲我哦，甲阮本娘就要离婚哦，害甲阮查某仔就要无老爸哦。真是阮若离婚无老爸哦，我着找你算账。小查某，少年人，你毋通伤过分哦。无过分是安那哟？你哦，大家我才咧假有心呐。你安那？是安怎啦？是恁哦。文雄是恁的。文雄是我的姐夫啦。哦。哎呀，你都毋是去一摆去阮翕相馆迄个酒店。真歹势，真歹势！顶一班五，我甲阮美霞五岁，讲你甲阮金元咧相。阿爸，啥物咧五岁甲六岁咧？这个查某吼，存心不良啦，又怪金元吼，又怪无心，即摆换要又怪文良啦。哎呦，真正吼，你咧常咧讲即摆日头颠倒摆，真正有影颠倒摆啊啦！哎呦，你甲看，未见未熟，搁亲门打吼，打到恁家来了。什么东东困难都互相。哦，你咧常咧讲，即要日头颠倒摆，即阵有影颠倒摆啊啦！哎呦，你甲看，未见未熟，搁亲门打吼，打到恁家来了。大姐啊，你讲伊就是只有外面迄个呀？就是伊咪。我讲，这查某心肝有够浓毒，破坏咱的家庭。我咧甲想哦，伊一定是阮翁伊老母哦，派伊来做奸细，要来破坏咱哦姊妹仔的家庭，袂好，袂好好。我看唔是咧，迄若讲伊是人派来，啊若派去人一定会臭水甲我吞。爸。哎呦，啊等恁即摆咧讲啥，我听拢无啦。我唔是啥物人派我来啦，啊顶过我甲金凤的代志，迄嘛是误会。是啦，大姐啊，顶过吼嘛是我想伤济，所以。烦恼因啦，啊！但即个代志甲顶个嘛差不多，我看我是犯桃花啦，定去扫着人个风台尾啊。大姐啊，恁真经误会伊啦，酒店吼，毋是迄种破坏人家庭的人啦。喂，嘿，无恁即摆是对啊，毋对哈？嘿，啊，煞有外人咧讲话啊，啊，我恁大姐咧，
阿爸。喂，不管不管不管啦、啊。好啦好啦，卖啥啦，我相信，甲真看卖你啦。没啦，伊应该不是这款人啦。哎，我甲你讲啦，尊公我嫁真是去嫁伊着恁翁，恁翁嘛袂爱我啦。当伊刚好去阮家的时阵啦，迄嘴还阁细细念，还敢当昏迷不醒的时阵哦，伊讲啊，你摇啊，你摇啊，你都唔通跟我离婚哦，伊还阁安尼讲呢。伊安尼一心一意对待你，遐尼痴情，啊，你一工干唔着二东二西，甲伊冤家甲伊相骂。遐若讲吼，反正我是你啦，我嘛忍受袂了。我话已经讲完了，我要来等。快些，快些，我等哦。我当当一个店面代表哦，啊，为店来铺桥造路，这是应该。也不过吼，啊，我做店面代表力量有较细啦。啊，哪会当我当选这农会理事长哦？我一定哦会当哦，安尼为乡亲服务，啊，回馈乡亲。做什么代志，我就甘愿。赞无安尼好啦吼，啊到时吼，希望恁会当投票时哦，投我赵水准一票。好，拜托拜托，啊我即马过来甲李长弟啊拜访一下，啊人工再过来甲恁开讲，好。等等，都都都，别吹。